摩诃燕者总说有二，摩诃燕呢就是大乘法，说这个大乘法呀要把它分开来说，大乘是总，分开你是别。总说呢有两种，说哪两种呢？云何为二呢？一者法，二者义。什么是法呢？所言法者，为众生心。是心在舍一切世间法，除世间法，依此心显示摩诃燕意。大乘是总说了，那什么叫大乘？大乘所含的道理是什么？那么所说的大乘的法就是众生心。大乘呢就是众生心，说这个心呢、能舍一切世间法，除世间法，依着这个心呢才能显示出来大乘的道理，意就是道理的意思啊。那先依着这个法来辨别摩诃燕，完了依着这个法再解释这个法，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心呐、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我们现前这一面心，它是通的，通者就无障碍，不管你迷悟都是这个心，你这心本身是通的，是无障碍的，无障碍的。通到什么地方？通到十法界，现在所说的众生心通到十法界。以大乘意义上讲，佛也是众生，佛是究竟的众生，他是清净的众生，我们是迷了的众生。究竟的众生就不是众生了，如那个大家都读到弥陀经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以他这一面间的作意，你看白鹤呀、孔巧啊、一切嘉陵频伽呀，那都是他随缘的化身，都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化身。白鹤、孔巧这些个众生有吗？那是阿弥陀佛的所现化的。一切众生在每个的随他的业缘而示现的种种类类的吧，都叫众生。那他所做的业，有的他一生一生一生之示现，一生一生的示现，今生示现男生，再一生又示现女生，再一生又示现畜生，再一生又示现地狱，都是随他自己的业上的。因为种种类类的受伤，随他一生一生现，那他业就很多了，但是都是无蕴所合成的，无蕴。
紫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合合而成的叫众生，就是众法而生的。菩萨声闻缘觉，他们也没离开五蕴呢，因此五蕴不是一个，是众多所合成的，那就叫众生。解释众生的意义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解释众生呢，一般是讲九界，那九界就没说佛法界。那么把这个九界的众生的心名为法，一者法二者义了，就是这个心就是众生心，就是法。法呢有两种含义，一种给我们做一个规矩，所以例如我们学戒吧，那要么生活习惯都一直照佛说，只是戒律而行，就是规规载或者规律，说你除了这个规载了，那要出问题了。例如火车的轨道，说你除了轨道了，那就完了，行不通了。因为有这个佛所教导的这个一切法的规则呢，是什么呢？能可以让我们依着这个轨道那个转凡成圣，转凡成圣。说学佛的人，佛弟子不能离开法，法就是规则。你要是佛弟子，你依照佛所说的教法去做，这是法。慈呢，慈就是义理，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性体，叫应慈自性。那现在就我们一切众生说，我们这个是阿赖耶识的心，这个心呐，不管你在地狱在人间堕畜生堕恶鬼，都是依着应持这个自性不失掉。不论堕到畜生，乃至于堕到蚂蚁，堕到蚊虫，堕到老鼠，他自性没有失掉。那么这个就叫众生的阿赖耶识心。那么看那个地藏经上说，在一日一夜，那地狱是万死万生，它变化了很多跑道，但是自性没失掉。所以三乘五道一切众生都离不开这个阿赖耶识心，这个自性的一直自持，持着应持的意思。如果你懂得这个理，懂得这个种道理了，你知道你的自性不失，因为这个自性不失啊，才有信解行证，就是不辜负自己的那个灵性。我们经常说灵性吧，不论四处世间法，种着就是这个心，阿赖耶识心。这个心可以做眼的种子，也可以做镜的种子，就是眼镜种子的所依。四处世间法都在此心中，立了缘了，那又发生现行了。就是真如随着你所修行的缘，就是你这个自性啊，随着你遇着佛法了，修行的缘，
那就显示出来摩诃焰，就是大乘的意。说假使说不修，不修，不修而造的，那就成了世间法了。不修而造业，那不就是世间法了吗？修了不造业，这就叫出世间法，这个出世间法就叫大乘。什么是摩诃焰呢？那这个就是摩诃焰，依着法，依着法上来解释。依何因缘入世说呢？什么缘故呢？何以故？这就是心法是一，不是二，没有差别相的。但是这个四除世间法，一切差别的法很多了。要是一，那是四除世间法这么多，就是这样说，说不清楚的意思。何以故啊？是争起的意思，就是争起了为什么把四除世间这么多差别法说成是心法，这争起的意思。争起下头和解释了，哎，假设的问答了，然后有这么一个问号，要把这个问号解释清楚，解释心了，解释心了。上头所说的所谓法者，就是众生心。这个心是什么样子？把它分开来，个别的解释这个心。他这个心有个心生灭相，有个心真如相。心真如相呢，就是显示摩诃焰的体，就是大乘的体呀，就是心真如相。那它的因缘的灭相，乃至于它的用，这个还属于自体相用上，那就是它的相。咱们都知道真如是无相的，就像我们经常说实相，实相无相，无相无相随缘了，就随一切相，但是一切相还不失于它这个实相，这个含义。大乘的体是真如相，是真如的体，真如以这个体显出来的相，也叫心，心生灭。心生灭的因缘相，心生灭的因缘相能够显示摩诃焰的体相用，但是这个体相用啊，它自体相用。我们的心，阿赖耶识的心，它也有两种的含义了，就自体相用。心生灭就是阿赖耶生灭的因缘，对。因为一说到生灭了，一说到因缘了，有能有所。怎么解释能所呢？体大随缘不变，这个体，这个体呀，因为就是从你这个体大的真如寻着无明，真如寻无明就叫因，那无明就成缘。真如心真寻那个无明的时候，就转眼成净，
就是净法升起的原因呢，是你这个心的净分熏习到眼分，那眼法也成了净法了，眼法灭了嘛，净法就升起了。那这个呢，如果是无明为因，真如为缘，那眼法升起了，那净法就灭了。从文字相，从言说相，这样解释，咱要把它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去。我们心里既然记住真如啊，真如就表示净法，净法。一念的善心生，你外边的境界，一切相。这就是缘，你自己心升起的善念的因，你这个因讲外边的一个善缘的境界相，对，那你升起来就是净法了。外边境界上缘法，你心的缘法，那么对境界相一熏呢，你变成了就是业了，罪业相。所以我们经常说注重你的心念，你的心念，你一偏呢就是静眼，静眼。那么念佛的时候，上课的时候，上殿的时候，这都是静熏眼。这些那你那摩诃眼的体呀、啊，就渐逐渐的显现。如果你心的原念，这原念贪嗔痴啊，原念世间相啊，所以算是说你财色名食睡的境界相啊，那就眼熏净，越来越迷惑，越来越往下堕。因此要知道无明熏真如的时候，那就是无明为因，真如就为缘了。眼法升起了，净法就灭了。翻过来呢，眼所显现的相，那就翻无明，就成了大智慧的光明意了。这是真如熏眼的话，缘法有无明熏真如的时候，那就翻过来了，而一生就颠倒了，颠倒，颠倒了的意思很多了。咱们所说的教义啊，无常即常啊，无我即我呀、啊，就这个含义了。常乐我净四德就变成了四眼了。变成热闹了，不是清凉了，那就不自在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学法生起悲心，悲悯众生的苦，悲悯众生的痛苦，悲悯众生的迷，以大悲的愿力来利益众生，这悲怨这些个心，大菩萨呢，他是果宗的身口意，咱们现在初发意的呢，这是因宗的身口意。我们把这个因口意啊，身宗的身口意变成了净的种子，回归于真如本性，那渐渐的就恢复了原来的清净，本来的面目。咱们经常说本来面目啊，那是本来面目。这都是解释摩诃眼的。什么叫摩诃眼？什么叫大乘？这就是大乘的意，这就是摩诃眼的意。这只是说法，意还没有解释。法入世，一下就解释意了，法和意两种了。所言意者有三种，
云何为三呢？哪三种呢？就体大、相大、润大。体大呢，一切法的真如平等，不争讲过。二者相大，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。三者润大，能摄一切世间除世间的善因果故。一是摩诃萨的意，一是法上的意。前头是法，是摩诃萨的法；二种是的意，法里头含着意。摩诃萨的本身的意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样子？就是辨别意象。这是解释什么呢？解释大乘。要解释大乘的意啊，它有三种含义。一者体大，说一切法，不论一切世间法吧，除世间法吧，十法界的所依的一切境界，他所受的正报，就是一正二报。这含义非常之广的。三藏十二部就解释这么个问题，一切言法和净法，那就分开来说嘛。言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，叫六凡法界。净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叫四圣法界。这十法界一切诸法都离不开了真如的体大，体大。这个所说的一切法，体真如平等，不增不减，是摄一切世间除世间法，一切的四法。在凡夫，他这个没减少，他的体大并没减少。他说以诸法为体，也是速清三界横遍十方的，无时无处的，都跟一切诸法为体，就名体大。摩诃萨的体，这个一切诸法作为体。再把它进而往前说推广，要正报说，正报叫你身体说，就是你一毛孔，一个汗毛，一个毛孔，也具住这个法，也具住整体的摩诃萨。并没减少。一毛一孔就具住你的全身。它并没增加，在你一身也没增加，一毛一孔也没减少。所以在一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以毫端现宝王刹，它含义就如是。这《华严经》说的这种义理特别多。但是不论事情的大和小，在大不增，在小不减，没有大小的差别。我们坐在屋里看那个风刮那个树，你看这一入一个树动了，其他的树都在动，你不要看见也知道都在动。古来这样说，一尘起大地收，一个微尘就代表整个大地了。所以说语义毫端现宝王刹呀，就是这个含义。这体大的，体大都如是。你先了解自己的体，相大呢
我们那个自相体相就是真如吧，真如体相，它在你这个惑业当中在缠，换句话说已经堕落了。堕落到什么样子呢？真如在无明的当中了。那就是在迷了，一切无明灭了，真如显现了，那这叫什么呢？叫如来藏。如来藏者，藏者是含藏意了，如来藏就含藏着如来，所以叫如来藏。如来藏心是吧？咱们自己这个心呢，就是如来的藏心，无二无别的。那说真如的体，就是一切诸佛的法身，这个一切宝藏的功德藏，就是如来的报身，一切诸佛的妙用，就佛的化身，佛千百亿化身，这叫三如来，叫法报化三如来。三如来带众生的阿赖耶识的心中都具足，把阿赖耶识在性中说就叫如来藏心，这就是他的体，这是他的相。体相用三大呀，种子是一个，但是分别开了作用的不同。这是相大，而用大呢，有相必有作用，这个作用的也是一只体，那体遍十方，相以体，相以横遍十方，用呢也就横遍十方，所以能生的一切世间、出世间一切善能因果都是他的用，显现的呢是升起，你修世出世间的一切诸法善恶因果五戒十善呢，五逆十恶呀，那些善呢就生人天，那就出世间的善因，恶呢就生有六道，看恶的大小，那果呢，那善因的就感善果，那你看你因的大小就升到四圣法界，人天住成，哪呢就堕落的地狱鬼畜生了，三哪道了，这些个十法界都从你用中，从你用大显现，从你用大显现，但是这个显现还是你本具的，还是你本具的，你本具有的用大，本具没有这个用大，你修不成了，就没有善恶因果了，也没有什么人天呐、四圣法界了，都没有了，你没有嘛？没有就你修，它也显现不出来。因为本具得修才能显现，说因此说体相用的三大就是你现前的一面心，十法界也是你现前一面心，密宗的密就密到这个地方，密宗的大圆满次第大手印法就是修成了，成了什么呢？现前一面心，就是心心作佛，心心似佛，因为你心心似佛，你心心才能成就诸佛，但是达到现前这一面心不容易了，所以我们经常啊注重你现前一面心，这个是解释的摩诃厌的体相用三大意，
解释什么呢？解释摩诃焰。大乘一切诸佛称他本来本所成故，一切菩萨皆胜此法到如来地故。像我们寡说的大乘，寡讲大了，那乘的意思呢，乘的意思是个比喻，比喻就是说你所成的，就是你心里头的智慧能成的，是你的心在心里的智慧所成的是法，能成的人所成那个成就是一切诸法，看你是大乘法还是小成的，是小器具就是小乘法，乘的大器具就是大乘法，大车小车就这个含义了。那么上头讲的体相中三大，能够自己理解体相中三大了，能成这种体相中的三大，达到圆满的究竟佛果，那能成的呢是你的智慧，是能成的是人。那所成的呢就是摩诃眼，就是法。一切诸佛他把他本来具有的成就了，我们现在在因中成这个，或者中成的，或者小成的，或者说我们将起的信心，现在我们是将起信心，离这摩诃眼而升起的信心，那么这个信心呢，在果上来说，他是称这个信心来利他，称这个摩诃眼利他。在我们因地当中，我们能称他达到消灭一些罪业。说一切菩萨也都能称此法到如来地故，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入世的观，入世的修，能达到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本来有的不是外来的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种子你成不了的，对，你没有，你是黄豆的种子想生大米绝对办不到的，你有这个种子说你才一定能够成教。现在法和义都说了，解释了一下子，但是这种说呢是要它的原意来说的，那还没有详细解释。那么以下呢就是解释解释这个摩诃焰的三大的体相用。解释时候它要分几种层次解释，分三种解释分，前头是利益分，现在是解释分。解释分分三种，云何为三呢？一者显示正义，二者对之邪知，三者分别发许道相。这是标题啊，这标明一下。那么以下就解释了，什么叫显示正义？正义怎么显示啊？啊，依这一心法有二种门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心真如门，二者心生灭门。这以下呀，就是分别什么叫邪正啊，什么叫发取道相啊，什么叫能成就啊，解释这个问题。说一心真门，心真如门，心生灭门，二种门能够设的四除世间一切法，但是二门都加个心字啊，就是一心，
把一心分成二门，还是一个心，二门回归了还是一个心。这个心呐，有眼有见，见者就是心真如门，眼者就三心生灭门。他们总说着心真如门说一切法，总说一切法，说呢就是具足意思，收摄的意思。那么其实心真如门生心生灭门，心生灭门以该摄真如互摄，因为真如门是眼睛的通体啊，不论眼法不论镜法都是以心真如为体量。心真如是纯净的，生灭门不同了，眼镜的差别相，它因真如而起的，心生灭门以心真如门而起的，因此说二门呢都互相互摄，但是就是一心，以这一心心法此以云何？以是二门不相离故。为何这样说呢？此意说这种道理啊，怎么讲？就这样意思。那其实二门嘛，为什么又说互摄呢？互摄嘛，就是一个喽，不行，说一个不行。那说两个，真如是不离生灭的，生灭也不离真如的。他个个都有个个的总摄一切法，因此说互摄。一下就解释了什么叫心真如，什么叫心生灭。心真如者，其实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，所谓心相不生不灭。前头显的是啊，不相离，又互相摄，是总的含义。现在显它动的方面，前头是静的方面，动的方面可就不同了。心动了，心动了就是生灭了，念念生灭。所以说先标心真如，它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，说心性不生不灭。你要观想真如的时候，一定用你的观字，所对你所观的景，通俗一点说嘛，你在想什么，你所想的都是景，一起心动念，念动在一切是非就生出来了，心生这种种法生，生了种种相，有动静二相，静呢就是心真如了，动呢就是身生灭了。这个真如讲的呀，是离言真如，离一切相，离言真如。我说禅宗修观的时候，观想那个真如的体，禅宗有句话头吗？就是观你的自心的话头啊。我们说这种话都很多了，说父母未生以前谁是我，话头，话的前头是什么？
话头的含义，话的前头是什么，说了话了，说了话了都不是了，没说话的时候观想，这是离言真容。言语道断，言语那条路啊不通了，断了。心里所想的思维心行处灭，心里头也不行了，就心不运动了。那像我们说死了，死了心还在动，说睡着了做梦，梦在动，说梦也没有，梦也没有，你思想真常留住，那个名字叫真常留住，还不停歇，没有一刻一时一分钟一秒钟的停歇，没有，念念相续，从不间断。你要把这个断了，证得心真如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的那份真，份真，那份真就是心真如。阿赖耶识那个生灭，那叫心生灭。你说如来藏性也好，说阿赖耶识也好，说一真法界也好，但是一真法界跟这就有差别了。所谓差别者，他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一切诸相。那么说心真如、心生灭、心说阿赖耶识或者真如心，这是总说了。说一法界，一法界是指着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还有个一呀、啊。这个一是不要的，一不定一，一不能定为是一，那就是说理，二者是四，在四法界完全说的是四，用四来显理，用四来显理，那理必须成四，理能成四，四能显理，没有理成不了事，没有事也显不到理，啊，就叫理事无奈，理全骗于事，每一个事一定有理。像我们经常说，你做任何事儿要讲个道理吧，我们所讲的是一真法界的道理，就是摩诃萨的道理，不是世间所说的道理，世间所讲的道理讲不通的了，没一个道理能讲得通的。我们俩人争执，说你这人太没道理了，这个道理得什么标准定的，他拿什么定标准，那人情的道理就叫情理，说我们国家有法律，法律定的那叫法理，这个法律可以随时改的，宪法也可以修改的，法都可以改，这个法理不定的。情理，这些情理很多不同啊，不一样的。在法国的时候有法国情理，在意大利有意大利的情理，在我们中国的东方西方的情理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道理没法讲，只有我们佛教讲的道理，菩提道所讲的理，就是一真法界的理。就是咱们现在所讲的大乘起心论，就是讲道理啊，讲什么道理？菩提道的道理，怎么样才能证菩提？你从这个道上走吧，这叫四种理法界，四法界，理是无奈法界，四是无奈法界。那怎么划分呢？把它划分一下吧。这大乘起心论多数是依着华严译的，我们这好多道友们念《华严经》啊，咱们上说这个摩诃萨，一真的是，一真心的真性，真的心性，纯粹是理法界，把它解释为理法就是心性。我们讲的法界，法者是生起意，啊，界是生起意，法者是
戒所升起一些法，这叫法戒。这个戒不是此将彼戒，戒是升起意，戒能生一切法，这叫法界。这个法界叫什么呢？叫心性，心或者说是性。那么解释这个理法界，就是说的心，简单说就是心。十法界从佛到地狱，一正二报。正报嘛就是身体，依报嘛就是一切世界的身体所依止的，山河大地呀、啊，一切生存的所需要的，一正二报，十法界就是一正二报。四法界呢，有时候说一正二报呢，就是理法界跟四法界合起来了。何说的，那就是理四无难了。理跟四处处都相合了，大小相容，一多无奈，就是四四无奈了，四无奈了。像过去的主持说如何是主持西来大意啊，那随便举一个手指头，这也是西来大意，随便真打一法都是西来大意，随便拿一法离不开法界，离不开一真法界。所以他那表示这样的悟得体的时候说小大相容，一多无奈，四十无奈，这叫总。谁来总呢？一真法界就是能总的，所有这一切事物一切法界的大总相法门体，就是一真法界。这就是心真如，这叫一真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。大总相法门体所显示的就是心性的不生不灭。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，要心离念，才无一切境界之相。这个一切诸法呀，是指着我们那个记周遍的嫉妒，遍及知识，就是执着不舍。偏记，记什么呢？记这些生灭的妄境，你所执着的所记的生灭的妄境，这些妄念，这妄念的差别，偏记妄想分别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因此才有种种的差别的名相。而圣人绝不是凡夫，凡夫绝不是圣人，这是执着。凡夫即圣人，圣人即凡夫，凡夫即圣人，圣人即凡夫，没有凡夫圣人的差别，这是差别名相。遍及知啊，他知境为心，知境为心，所以这样你来观察，观察啊，我们经常说的观字啊，大家把这观字在佛教的术语说，观就是你修行嘛，修行是怎么修行，什么叫观，就是想嘛，你思想在想什么，叫观，也叫静虑，也叫三昧，也叫三昧，都是观呢。我说观察都叫观，观就是对一切境界而起分别的，眼睛散心一切诸法，都是依着众生的妄想分别的执着
所以才有这些差别的名相。如果众生没有这些妄想执着了，差别名相也就没有了。因此才说啊，以四故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没有变异，也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说离妄显真，离妄皆归真实。说离开了心不缘一切相了，那就心空了。说离开了名言了，离开一切相了，离开一切这些个只许名字了，记取了，没有这个相了，这叫境界呀，叫心空境界。心空境界呢，就是慧妄归真了，把其的妄啊都归真实，都归真实，叫慧妄归真。其实的一切法呀，本来就没有妄，是我们那个心记着执着，它有这些名气相，到九相里都会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一切法呀，从本以来呀，没有言说相。从本以来没连着相，说真如的本体化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平等平等，本来没有变异的，是不可破坏的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依着真如而说的而起的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妄起的，本来真如是平等的，那真如随缘了，你给一切做法做依，但是真如本身没有变异的，随缘的随缘了，随缘而不变，那变了还叫什么真实不虚了呢？那就不叫真实不虚了。就是咱们经常讲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你破坏不了它了，因为它没有形没有相，怎能破坏得了呢？以这种道理，所以说唯是一心，说这一心就名真如。以一切言说了，假名无实了，单随妄念不可得故。言真如者，以物有相了，有相就非真如了，一切法呀都是假名的，一切言说都是假名的，假名就无实了，那是一真妄念，你真正的求得的没有，不可得。所以啊，无相的真如，离言的真如，不是随缘的真如。到了言说到了极点的时候，因言说之机，因言浅言，因为浅这一切妄己知，所以说个真如。真如是为了浅修言说的。一切言说没有了，那真如也不立了，真如也不立了。这个真如的名相，是因为对那个不真、不如，不真就是假的，不如就是动的，那假的、动态的，所以显出这些个去，所以才说个真如，是吧？你修入实观的时候。说入实观的时候就叫实相观，咱在
讲那个咱查三德叶伯讲是一至二十，一至二种贯道，一时境界，一时境界是没境界的，就是实相。所以说自行记住，此真如体无有可遣，一切法悉皆真故，亦无可立，一切法皆同如故。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呢，故名真如。可说可念的，可说可念的都不叫真如。真如的体，真如的相，真如的状，解释清楚了，真如的相不是言说，不是语言，不是形象，不是造作，所以十法界的一切法，他给十法界一切法来作为的依止的体。如果没有真如，一切法才不成。因此嘛，知道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，故名真如，解释真如的。什么叫真如？不可说不可念就叫真如。所以你在一切法上不能起执着，一执着就是忘了。所以知凡知圣知色知心都不对，这会归真如。说空说有全不是宗道，会归宗道了，非说非有，那可以说到了这种境界了，也一说一有，那是随缘意。问曰：要入是义者，要像你所解释造论的所说这个义理，那一切众生他怎么能得入呢？怎么能达到真如？怎么能证得真如？云何随顺而能得入？因为真如如果有说有念有修有证，那才随顺得入啊。若无说无念，那么想证真如又怎么证呢？随顺叫方便观，方便观入正观，没有方便正观你怎么能入得到呢？说你的下手处了，你怎么样修行？怎么样从修而正，从正而契入真如？这是假设问答了，也没有问他了，他自己在屋里造论，谁问他呀？他自己做入世解释，然后发起下一段文，好做一段下一段启示，就解释了。想让你要想修行入真如观的时候，入实相观的时候，要想证得一真法界的时候，应当入世修。余下就解释了。答曰：要知一切法虽说没有能说所说，虽念已无能念所念，也无念可念，无有能念可念，这叫随顺真如。要离开于念，名为得入，这就是方便了。随顺真如，而且方便的观，观就是思维，你要这样去思维修，要知这个知字，有含着有智慧的意思。这个知字啊，就通你要信，
信真如，完了由信了而一步一步的明了，明了就靠解释，明了了而后了又怎么到紧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的才能知道一切法，怎么样才了解一切法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属，什么是不二，什么是宗道法。虽然说虽然念，这是熟体法，如果没有能说所说，没有能念所念，这是真体法。体者是理啊，这是随顺四间，四是熟，真是理。到你功夫到深入了，离开能念所念，能念的心是妄，所念的景是虚，没有真实的。离开了这能念所念了，真谛现前了。熟谛，熟的谛理，能启发你的真谛的意义。真谛能摄受熟谛。随顺熟体而建立，叫真熟不二，这叫什么呢？就是随顺方便观，方便观，这在华严经里的开呀、十度，在智慧度里开，就是善巧方便、愿、慧、智、慧方愿力智、思戒引进禅。这是华严的十度，因为这样子你明了了，真谛要依着熟谛而显现，熟谛要依真谛而成就，就要真熟不二的，真熟不二的，这叫正观，从方便观而入进入正观。就修行的次第了，先加方便。说我们说的无说无念，无说无念，你就不能得入。那有说有念呢，也不能得入。必须从这无说无念。无说无念而能够默契真如，但是这无说无念必须得有说有念，你才能达到无说无念嘛。咱们现在是在说呀，这说的目的，说的都是假的呀，但是说这个假的要你可能进入真的了，你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你渐渐的就能进入真的了。要知一切法，虽然没有能说的所说，没有的能念所念，那我来个念即无念，我念的时候就是无念，有能所即是无能所，这意义就深一点啊。所以下文还要讲的，慢慢说。那随顺的方便观，那个达到了嘛，实相观。达到正观，达到正观了，正观了而达到无说无念。这荣家大师说：“说时末，末时说，大师门中无实色，无容色。”啊，在你了生脱死、脱凡正圣的时候。说的时候就是默的时候，默的时候就是说的时候，这佛法的门宗啊，没有容色不通的，有时候有争执，不是没争执，有时说空说有，就在这个上有争执，咱们现在讲的这一段争执就很大了，
先说离言真如，后说随顺三遍犯罪三条，这个两就是矛盾的，就是矛盾的。说念没有能念可念的，说没有能说和所说的，那你自性的你的正念就是你的自心回光返照，返照什么呢？反照你的离体，反照你的自性，咱们说的摩诃焰啊。没有能念所念，并非是绝对不念。你要无念了，那不是跟那呆子不念，呆子什么念都没有。还心念，还那个什么癫狂的，他就没念了。说这个呀，叫你参了。说念没有能念者，你不要去执着；所念者也没有所念的相，不要执着。那这有争议的了，也是龙家大师说的。他说告诉我们，说是你在修行当中啊，千万不要落于断见，也不要落于常见。断肠两件都不行，咱们讲到中道了，就是必须合乎中。说修行现在梦很多，最近不是道友人家有这居士供养啊，到这个我们五台山的住山洞里那个，我感觉这些个如果是真是教育通了的，像我们这种道理他都懂，他坐在那儿去修行，真正的能用无相观来这样的修行观察是正确的。我什么也不学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一出家了就要住洞去，住山去。古来人说不破参不住山，必悟得这种道理了，就像我们提了刚才讲的离念真如，悟得这种道理，到山里去观去吧，修去吧，断绝一切助缘，有这种本事吗？没有这种说，没有这种本事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先解释到这里吧。大家想想啊，这种本事咱们有没有？观一观，观离言真如。